好了哟，不能给吃的哦，会被罚钱，知道吗？忍耐一下哈，自己去找吃的，自己去谋生，快去。我现在到了高雄了哟，因为一直计划到高雄，一直都没有来，今天终于来了。第一站西子湾，高雄西子湾，看一下吧。这艘大船看来是要入港了。不过说实话，到了高雄发现这个天空太不给力了。想想看，这么美的景色居然碰不到蓝天白云。但是很多人都说高雄大多数时候它就是这样的天气啊，跟我们成都一样。好了，带大家吹一下海风吧。然后还有人在这里钓鱼，等一下我要去看猴子哦。然后今天看我运气会不会碰不到半只猴子哈。有鱼吗？你有钓到鱼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就说应该没那么容易吧。啊，应该没那么容易钓到。我看他们用那个钓啊，一条一条的，那个叫有点像蚯蚓，但是又不是，那个海滩里面去挖出来的海虫。海虫，对，那个比较好钓哈。钓好。你用的面包。哦，面包。好了，多钓一点哈。他们两个钓的不一样，他用的是海虫，我刚刚有看到。哇，你胆子超大哎！太多猴子了，我的天哪！简直遇到猴群了，我的天哪！我又有点怕，我怕他抢我的手机啊。哦，我真的真的啊！好了哟，不能给吃的哦，会被罚钱，知道吗？忍耐一下哈，自己去找吃的，自己去谋生，快去！哦，那个，你看那妈妈抱着小孩啊，天哪！也是不容易的。太多了，天哪，一群一群的。好了好了，拜拜。Hello， 我在西子湾的旁边，它这个是雄镇北门。好了，我带大家上去看一下哦。雄镇北门，高雄是个好地方。我跟你说嘛，如果在高雄的话，我们每天拍都拍不完了，太多地方了，走到哪里拍到哪里。北冰房，哦，好，带大家参观一下吧。服装，纯棉布的。八卦山大会战，哇，我可不喜欢有战争呢。黑旗军的助手，这是什么铁器啊？天哪，这个是那个木头做的哎。木头做的兵器，这是铁做的，这是刚出土的，看吧，还有泥沙。这是什么呀？建筑构件，北冰房内的海沙，灯泡，南冰房。哦，看吧，都是古时候的兵器啊。大刀，不知道真的假的哈。烽火下的台湾民主国啊，我现在走出来了，走出来这一面应该是海边了。
这是一处很小的景点，它这个位置也在西子湾，然后这有一个炮台，看吧。然后我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前面呢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哦呦，这个树根，天哪，生命力太旺盛了。这个是一处古迹。这是清代时候留下来的遗迹耶，知道吗？这边有一些简介，看吧，这些都是历史的痕迹哦。看这古树，哦，这可以下去，这个就是我刚才去的地方，西子湾。天哪！然后这个对面有一处小小的景点，带大家去看一下少船头公园。就这样拍下好了，我还要去别的地方，就不进去喽。哎，坐电梯啊，上去看一下。芝麻关门，芝麻开门。好，看吧，我现在坐电梯上来了。哦，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哦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高雄一日游，太豪迈了吧！看一下高雄人是怎么烧纸钱的，走每一家都是这么豪迈，这么大桶。我来到高雄发现一个问题，他们都用很大的铁桶来烧纸钱，太豪迈了，看吧，好大哦，怎么这么大？不光是他这一家哦，我刚才一路上看到家家户户门口都是这么大的铁桶，哎，太豪迈了，对吧？那个分量比较多，你大一点的话就是可以放比较多的那个分量。问题是我们新竹啊，我其他地方看都是小小桶的，我今天一路上看都是大桶，我说好豪迈哦。因为比较多，你小桶的你没办法这样，你全部你大一点全部扔进去，就不用一直在那边慢慢丢啊。我刚刚看到你啊，丢了好多进去哦，整捆整捆的丢进去，来不及看。对啊，所以会阿姨比较多的，新竹会比较多啊。哦，好了，谢谢你哦，太豪迈了，拜拜。跟我讲话 ，Hello！ 天哪，是晚上这样出现在路上啊，是那个野外啊，这些是有点可怕的。大白天我才不怕你呢。嗨，你怎么不讲话了？他不讲话了，他刚才一直讲话。他有时间限定的。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好好玩呢、哦。这个古早味的胶质很重，我好像吃过一次，哎，10块钱，好便宜哦。现在有点吃不下了，等一下去买一块。我现在走在这个有点像市场的里面，有点像我们去南寮啊逛那些，这些都是干货。干贝啦，小鱼干啦，就是那个干虾呀之类的，这些就不用放冰箱，直接保存的。然后这个是应该是腌鱼吧，它就不是新鲜的，它是腌制的。到处好逛哦，狗母鱼脯，这个市场哈、啊、就在旗津老街的旁边一点点，知道吗？烟熏鱿鱼丝。媒婆超级喜欢鱿鱼丝啊，以前我会给她吃，现在，哎呀，我说实话，现在真的我连猫条都不敢喂啊。这是燕窝吗？啊，天哪，哦，鱼翅，鱼翅，4500。这是鱼翅吗？对，它真的是哦。对，鱼翅很贵，对吗？它价钱不一样。嗯。3000。
两万哦，就是熬出来跟燕窝一样哈，没吃过，太高级了，鱼翅看吧，今天终于看到鱼翅，花沙翅，这猫可以吃吗？猫可以吃吗？这样就可以吃。猫真的可以吃哦，哎，阿哥，刚才我们老板娘有拿给你，你没有吃到吗？我有吃，但是还是有点咸，有一点咸，一点点。好，阿哥呀，他刚这个刚才剥的。那、哦、好了，好了，反正我少那个少给他吃一点嘛，他不吃就我吃嘛。两万加，猫可以啊，可以哈，嗯，可以、啊，没有很咸就还好，不会很咸，那个猫最爱吃的。哦，好好好。我刚刚买了一包鱼啊，我尝了一下没什么咸味，就买一包啊，买一包给猫吃。当然我也可以吃啊，应该是还好吧，因为我有吃到真的是没有什么咸味啊。猫光吃点饲料啊、罐头啊这些，都没有猫生呢、啊。这干贝。这一吼，你早晚在被熊熊撸啊，你被撸骨，说你现在真的可以买。乌鱼子。它是一包这么大包，三百五，三包。好了，今天带大家逛市场，市场了，到处逛了。老板娘，这个怎么吃？直接吃哦，不用加味道吗？已经加好了。加一点糖。加一点糖哦，10块钱一块是吗？哦，买一块。哎，尝尝看呐、啊，这个很少有卖的，古早味的。海菜胶质，它是用海菜做的哈。好，海菜，那谢谢你，谢谢。手工汽水，啤酒啊，天哪，酒我不敢喝，爽口乳酸，爽口乳酸。苹果特调，老板，全部都是酒哦。没有，只有大人味才有，其余都没有。哦，那个爽口乳酸是什么？爽口乳酸。多多可必吃给小朋友喝的。哦。喝酸酸甜甜，喝老板特调，喝甜甜就喝原味的。我喝酸酸甜甜。啊？酸酸甜甜。那我推荐新疆柠檬苹果柠檬给你，这两个。好。那你要哪一个？请你选择，选一个。苹果有果肉，柠檬就没有。那就柠檬吧。照顺序是对的，对。柠檬。开吸管没？哎，不用，我带。其实建议是用我的吸管啊，因为那个百香果它有一个那叫啥？锈啊，它用久了你的吸管会变很黄。我推荐的是苹果柠檬跟清香柠檬啊，苹果柠檬有果肉啊，清香柠檬没。好，你要酸甜的还是柠檬多的？酸甜就可以了。好，多少钱，老板？35元。哦，好，来。等我一下，我先弄东西给你。好。哦，它是汽水哦。对。哦。是水果下去制作的原料，比如说我们用的柠檬是莱姆。所以喝起来味道会比较不一样。嗯，来高君，你请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拿好哦，谢谢。哦，现做的。我来丢一把。1、2、3，丢。加油。好棒啊！好了，我来丢哈。丢进去啊！1、2、3。1、2、3。哇塞，好棒啊！我丢进去了，好了，不错。啊，太累了，休息一下，喝杯水。太爽了，这个是柠檬汽水，它里面有加气的，有点冲鼻子的那种，但是喝下去很凉的感觉。嗯，帽子也不敢戴，因为风太大了。哎，好漂亮，看，好漂亮啊！哎，呛到。现在我要坐船回到对岸哦。
骑机车搭轮渡，真的是台湾高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。看吧，反正我们在新竹是看不到。爽不爽？没见过吧？直接骑车，直接骑上轮船，我都不用心，直接又开走了。太牛了吧，这个！哎呦，我的天啊！看一下高雄漂亮的小姐姐，看吧，太漂亮了！嗨，入境了，哎。